玉罗，我想有一个事情必须跟你说一下。我现在没空。这是干嘛啦？不是你让我泡的吗？我就拿了一点，谁让变成这样子？哎，你快说你什么事情？那你先看着我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很多矛盾，就像这个木耳一样，已经要快爆发了。我觉得我们不太适合在。再说一遍。哎呀，我开玩笑的，玉罗。傻子开玩笑吗？啊，你上厕所不要自相排吗？哎呀，我错了，行不行嘛？把那个棒球棍放一下，好吧，我给你按腿。那包揽过不要。这结果我是真没想到啊！比如啊，我来做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自己做。哎呀，真的，我给你做可乐鸡翅嘛，你过去看电视好不好？快点嘛！看什么看呀？你先让人去把那个空调修了吧，真的是。哎，这气氛也太尴尬了。哎，师傅，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哦，比如啊，这是你新学的菜啊，好香呀！啊，可以现在吃一点吗？不行，还没炒熟。这么香，肯定熟了呀！我吃一点点，哎，吃一点点。嗯，哇，真的好吃啊，比如啊。真的。真的。这是第几次了呀？啊。只要吃不怪我，我跟你说了，那个木耳不熟不能吃，没往嘴巴里面放。那我不是怕你生气吗？刚才。行，你应该可以吧？我又失败在家了，我得回去了。哎，不是。我一个人在这儿这么多水多无聊啊，很快了你好吗？很快啊，不是你傻是不是？你别动哦。家里面突然多了个人，有点不习惯。哎呀，那你跟他搭一下话呗，师傅也不容易啊。快去，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刚才问过这个问题了，你换一个问题。师傅，你什么时候下班呀？挑战让女友以为自己是色盲。一人一份。我吃红题吧，谢谢。挑战开始。我说我吃红题，你还给我拿走了干嘛？我给你放那呀，红题。这是青题。你在干什么呀？什么？我拿的是青题。你是想吃是吧？那你吃行吗？是。我吃一个，就是红题。他急了。哎呀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？我吃一个，我吃一个红题，好吧？你等我一下，那两句。咋啦？认真的问你啊。你说。他穿的什么颜色？穿绿色呀。啊？咋啦？那他呢？红色呀。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今天为啥问这个？没事，你放心，了不起，我不会不要你的。干嘛？哦，这个才是问题，多吃一点。事情还没有结束。你怎么过来了？那个、他不会陪你玩游戏，陪他玩一会儿。你好好珍惜。说的我好像快不行了。你吃点青提吧，乔碧罗专门洗的，还挺好吃的。嗯，可以吧？嗯。你这个是青提。不然呢？你再来想吃。那这个呢？红提啊。你等一下呢，他穿什么颜色？绿的呀。你看吧，我也说是绿的呀。那他呢？红的呀。Hello, it's me. 你干嘛呢？你查这个干嘛呀？啊？我是个色盲啊。他还说会遗传给下一代，我都分不清绿色跟红色。哎呀。不要我，了不起。不会不会，哎呀，我不会不要你的。你真好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碧罗，你在干嘛呀？你怎么不帮我呀？我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。咋了？遇到另外一对了？不是，这宝仪真的这么好看，我舍不得给他。啊，我真的。怎么了嘛？碧罗，你在干嘛呀？你怎么还没过来？我体力只要没了。最快的速度过来呢，你别着急啊。你在干嘛？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如果听我的，这把肯定吃，你快点快点。在座的都是垃圾，有胆就跳自闭城。
雨罗，嗯，没车，嗯，离安全区还有点远。哎，快快快快！小哥哥，可以把你们的那个飞天摩托借给我们用一下吗？哎，可以，来，我给你。谢谢。雨罗，就只有几个人了。等会儿呢，你就拿着金箍棒飞出去，听见没？好，我就负责收割。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走，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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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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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干嘛？你在爬。我服了你了，站起来，后边，后边。啊，对不起，救命的！啊，我长大了。你打包了这么多东西回来，我还吃这个烤肠干嘛？这个是你昨天做梦都想吃的，要花大半条街，你快点！啊，不不不不不！你以为这是在秀恩爱？然而真相是，他把掉在地上的烤肠捡回来给我吃。啊！都说了，我专门给你买的，你别不识好歹，快点拿着！啊，好好，吃！哎，我不想吃这个，我这么多好吃的，对吧？快点吃！好好吃吃吃！啊，哎，碧罗，不是呀，你想，你又给我买这个，还带了这么多外卖回来，是吧？我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呀？你去看一下嘛，我是衣柜里。那你赶紧吃了啊，马上就来。好，你快去快去，反击开始。完美。哇，对不起，是这个呀，送给我。对呀、啊，怎么样？这个礼物可以抵消你买这些东西的心意了吗？可以。行了，放那吧，吃东西。好了，你吃了呀？啊，我吃了呀，怎么了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呀！那你再多吃一点，不要浪费，是不是？哦，你的好吃吗？好吃啊！那你多吃一点。你笑什么呀？我没笑什么。当我故意对你有闺蜜很上心。你闺蜜还有多久大呀？半个小时吧，就半个小时了。你早点告诉我呀，应该。怎么了吧？我昨天晚上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昨天晚上说也来不及了。你看我头发都没理，我现在怎么办呀？你又不是第一次见他，就讲究干什么？不是，那不是因为是小月吗？啊？哎，我是想你有面子一点，我帅一点，你有面子，对不对？干嘛？挑战继续。玉楼，那个你看我胡子是不是长了，需不需要刮一下？他马上过来了。你有病啊，我两百年没见你收拾胡子，他也来，你要刮胡子。哎呦，你我们俩天天见面没必要刮，收拾自己干嘛？我们怎么就没必要了啊？你就不能研究一下我喜欢什么样子的？过来。哪里挡住你了吗？他急了，那再加吧。玉楼，你快看一下我这身穿的怎么样，你快看快看。哎呀，别碰我。哎呀，你快看嘛！你不是让我研究你喜欢什么呀？怎么样，穿这身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那你闺蜜应该也喜欢吧？什么？哎呀！滚开！事情还没有结束，玉楼还生气呢？干嘛嘛？要多久等呀？我都要饿死了，你们再不来。你干嘛呀？你要吃这个吗？你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吃了会肚子疼。笨蛋。哎，小月，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那个盆塔呀，刚刚好，过来吃。亮不进。咋了？小月，你们别管了，永远都别来了。干嘛？哎呀，真是开玩笑的，别。当我故意不让女友出门时。我有堵车啊，马上就到。比如啊，他们都到了呀。你要不别去了吧？啊！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啊、你让我去是不是舍不得我了、啊？我确实有点舍不得你。你跟我一起去啊！哎呀，我真不去。哎，我头也没洗啊，我什么都没收拾，我去干嘛？不用啊，你洗了头也没有好看的。真的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我真不去。要不你也别去了。鱼，我这件事情就不过去了。这就说了呀，给他们。不然呢？你这么果断，你不应该跟我拉扯一下吗？什么好拉扯的嘛？你先想带我吃什么？你不去的话，他们不会说你吗？说就说呗，有什么嘛？还是陪你。我刚才其实就是想看一下你反应，你要不去吧？真的，你去吧。你肯定是怕他们下次见到我说我。哎呀，你去吧。我陪你。我要玩游戏啊！我开车送你走，好不好？
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。你开玩笑的，你真的不想让我陪你？不不不不不，我想让你陪我，但是我也想让你处理好人际关系啊，对吧？那我走了确实来不及。哎，不不不，你等一下，我得给他们解释一下呀，不然你去了不好说呀。我刚刚又没有发出去，上网了、啊，你没看见？哎呦，不是乔玉罗，你干嘛？拜拜拜拜